我是刚刚列车长的，一百一十年十二月二十一号，台北站，台北站18:54，我们还是130次哦。双方发车就好像看基隆的屁屁这样哈。终于在台北站停了，130次。第三次就好像装好，还有基隆的 PP 字条哈。在台北站停啊。啊，刚刚字叫哪？麻烦，我们一车满四零。是的哦，好，两年有一批这样哈，也是19次。用三线开往桥江的 PP 之桥，谢谢各位，您好，拜拜。啊，两列半字交汇的 PP 之桥，跟大家再见。